哎，玩吗，哥？盘点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。哎，哈喽，我是一个摄影师，他是拍那个素材的，想给你看张照片。直接吃了个闭门羹。哎，好害羞啊！就是我做街拍的，长得真的很漂亮。现在漂亮吗？现在漂亮吗？啊！那有个很好看的咖啡店，就很适合你这个风格，都是花嘛。我有别的事情，五六分钟就行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长这么好看，那真快。这个景啊，就是这种。这是你拍的啊？对对对。那我试一下。然后到时候会发在一个抖音号上，叫陌生模式。那我到时候关注你。那就去那拍一下吧。可以，走。别笑、啊！美女你好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哦，我是男生。啊？啊？男生也可以。哎，你好，给我来一杯那个。今天我们全场女生半价。啊，女生半价？这个声音怎么这个样子？哦，没有，我平时抽烟抽多了，她声音就是这样的。可惜了。这么好看一个女孩子，声音这么粗啊？没有啊，有些男生就喜欢我这种声音比较低沉、比较阳刚，有安全感。你奶茶好了，谢谢。你这男生，哎，美女，怎么了？怎么在这里照镜子啊？我附加有专门的化妆镜，上我附加呗。谢谢啊，大兄弟啊！谢谢啊，大兄弟啊！It's me. 美女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对现在的男生越来越黏怎么看呢？我说我是被逼的，你信吗？为什么公司圣诞派对要我穿成这样？反正我不去，再说我就跳槽。老板去了。节目最受欢迎小组奖金 double， 你说跳舞还是跳槽？跳，跳两个步嘛。一个都没戏，一般。等一下，我女朋友要来，你注意点形象啊。不、哦，那还有女朋友呢？拿钱办事 ，OK？ 秀腿，昨天不行啊。来吧。他是我室友，他是男的，男不是你他妈说话呀！你真骗我！我男的能跑这？我不是，不像我，只能跟这做室友。嗯，对了，人家在这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我是，不是你听我说，不是他男的，渣男，不是。哥哥，你在讨厌他吗？我怎么讨厌你妈？小姐姐你好，没有对象月收3000啊，头发自己的留2年，月费是定做的，3匹马加2马。美女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唱戏的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唱戏的咋还喝酒呢？你懂啥？这才叫贵妃醉酒呢。